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以能源、现代物流、绿色能源新材料为三大主业的省属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云南省能源战略实施和能源产业改革创新发展平台。集团资产总额2491亿元，实现营收1248亿元，利润总额40亿元，实现经营性净现流90亿元，累计贡献力水超350亿元，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186位，中国能源企业500强第32位，中国物流企业50强第46位。能投集团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加快构建多元清洁能源供应体系，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和能源资源利用综合效益，形成四大发展优势。能源全产业链布局优势，云南省唯一的门类齐全、发输配售用一体化全领域能源企业，在水电、风电、光伏、火电、售电配网、天然气、煤炭、物流、新材料、新能源新赛道等能源全产业链优化布局，绿色成为集团能源结构的鲜明底色。产业比较竞争优势，绿色能源禀赋权重大，结构优，品种全，权益装机2040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20%，其中绿色电力装机占比超80%。专业化投融资能力优势，云南省唯一双重国际评级企业，资产质量优，管理团队强，产融结合发展能力突出。国际合作先发优势，区位优势突出，开放优势明显，精耕南亚、东南亚能源市场。代表省政府承接12家商务代表处，输出中国能源装备制造与建设运营专业化优势，打造小而美能源项目，服务辐射中心建设，打通中老铁路物流通道，支撑壮大我省园区经济与口岸经济。能投集团持续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近30亿元，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深入践行国企担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共赢，积极助力云南当好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十四五，能投集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的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解码细化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主动担当国家能源安全、一带一路建设国之大责，围绕打造全国一流能源企业愿景目标，按照3个阶段，聚焦3个定位，壮大大能源主业细分领域8+X 支柱，风电、光伏、水电、火电、天然气、煤炭、物流、新材料、新能源新赛道，树立5重理念，加快4化发展，坚持3精管理，打造比较竞争优势，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以大事业、大担当、大责任
更好发挥国企主力军作用，努力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未来三到五年，能投集团将深入实施四大战略举措，以产业加投资双轮驱动，做强做优大能源产业链，大力发展绿色水电，加快开发风光新能源，加快煤电联营一体化发展，大力发展绿色天然气，加快页岩气、煤制天然气开发，补充自主可控气源，提升售电配网规模与质效，产融协同延伸绿色能源产业链，以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做实做优现代物流贸易链，聚焦云南辐射中心建设，牢牢把握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要机遇，做强做优大物流、大宗供应链、国际业务三大业务体系，努力成为全国现代物流产业的龙头企业。以绿色能源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延伸新材料产业链，引领工业硅转型升级，推动有机硅集群建设，实现冶炼补炼一体化发展，推进锂资源合作开发，打造新能源电池上下游产业链，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以深化国企改革与科技创新驱动冶炼补炼强链，积极主动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推动产业战略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推进组织变革、动力变革、活力变革，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力争三到五年，集团资产总额超3750亿元，营业收入超1500亿元，利润总额60到80亿元，实现经营性净现流超150亿元，权益装机超3000万千瓦，其中新增风光新能源电力装机2000万千瓦以上，实现集团主要发展指标增值翻番，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全面增强，更好地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云南经济社会跨越发展，为奋力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贡献国企力量。